大家早上好，早安，跟网民说早安。今天如果你有看到我在刚才在我的脸书的这个专页里面有放这个通告说我要八点直播，你看到我有放那些大头照啊，那些小人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在哭嘞，在哭，为什么我哭呢？啊，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我等待已久啊，整整等了一个月，等他们的电子邮件寄来，心想谷歌都给我钱了啊，心想谷歌审查到只剩下最后一样还没有通过，就是要看我整个网站，就是我整个 YouTube 的网站的一些整个情形是不是符合他们的标准，结果呢失败了，不符合利益的那个标准，不符合获利的标准。但是他们很好，他们告诉我什么问题，所以不是绝望哦，只是失望罢了，不是没有希望，只是暂时无望罢了。暂时广告不可以放进去，因为他们这一次真的是重整每一个 YouTube 的这个网民，如果你现在上去其实你也看不到，因为他告诉你如果他放广告也是他的 right， 不是说你看到哇这个版主他的这个有广告啊就是在获利，不一定要得到他的批准。哇，它的限制很大，我相信很多网民都拿不到钱，很多网民设立这些网站都不容易拿到钱，尤其是那些很容易赚钱，过去赚了很多拿了别人的东西来赚钱的都很难的。所以他要求的是什么呢？原创，要求原创就是给我一个无限的力量，要我重新得力，所以我要很多的作品。其实你去我的那边进去看，我已经改名了，我们现在叫 CC Chan， 我不要叫full name 啊，谁要那时候为什么我放 full name？ 我因为怕拿不到钱嘛，哦，怕他寄支票给我，寄 CC Chan 就惨了，我的支票你寄 CC Chan 就不可以了，你要给我钱，你要我的 full name 嘛，对不对？银行要 full name 嘛，要护照的名字。所以哎呀拿不到钱啊， YouTube 不给我钱啊，怎么办呢？他们很好，我刚才说了，他们告诉我问题在哪里。如果你现在有慢慢去看的话，我在改进，我在改善，我在改良，希望呢哦，他还告诉你哦，下个月就是1月11号我可以重新申请再给他们看看我改新改变改革后改善后的这个 YouTube 的网站他们满意不满意。基本上我个人的直播是在这个审查算是审查之前，他没有针对我这个直播的问题啊，他里面还有一条是非常很有意思的，他们不考虑我的政治立场，不考虑我的性向倾向哦，他们也不考虑，他们最注重的就是不要暴力，不要色情，不要对儿童有造成伤害啊！这三样我当然是没有。我的问题是因为有很多作品不是原创的，所以我要改编哦，改编到没有版权的问题啊！只要有一个有版权的问题，他们就很难 approve 你。我想这也是好了，激发起我这个原创的这种精神啊！虽然我告诉你，我赚的钱都不是原创的，都是拿别人的。其实拿别人的是没有错了，如果那个人已经不追究版权，可能是因为有一些追究版权啊，我的记录曾经有一些啊，你放他邮件你这些可能都会扣分的啊。虽然我立刻下架或者是没有，其实他也告诉我说没有问题啊，对方让你放啊，所以我现在还是抓不大懂他们的问题。哇，他里面如果你进去里面看到条例是很多的，关于版权啊、保护啦、啊、第三方的那个知识保护啦、啊、YouTube 的标准啊，哇，所以我要慢慢的去阅读，
而且很多，因为我是看华文的嘛，看华文是不标准的，所以我看不懂的话，我还是要看回它原文英文的那个说明，看英文我就慢慢的去，不是说它翻译的不好，它翻译的非常好，只是我不懂它的意思，有时是我们自己要去重新的去诠释一下，所以大家给我鼓励啊，给我鼓励，我1月11号就会重新升级，所以这一段期间呢，直播的我照旧走，其他的我就要很小心，我会转载那些我不会去，就是我不会去，我就原创的啦，我就是原创就对了，把人家原创的那些影片也放进 YouTube 里面让大家欣赏，也让大家知道我个人的喜好在哪里，其实老实讲到喜好，我喜欢卡通片啊。我一直在卡通片里面，我从小看卡通片看到大的，从前看 Walt Disney 的，看 Cartoon 的，不懂什么啊 Warner Cartoon 的，很多，从前小时候很多卡通片啊，看日本的卡通片，对不对？看韩国的卡通片，韩国有没有啊？不懂，从来没有看。哎呦，看大陆的卡通片，不是那个也不叫卡通片啊，对不对？那个是小叮当嘛，我从前也看啊，小铃铛不是小叮当，小叮当是日本的，小铃铛我也看过，中国的卡通片，我从小就喜欢卡通片。如果你去我的网站，你就可以看到 YouTube 的网站就可以看到很多卡通片，我介绍给大家，然后也有一些我喜欢玩具啊，我喜欢玩具，我各种各样的玩具我买给我孩子的，看他们现在长大有成，他们。我有我的小孙啊，我们也是强烈的灌输孩子要玩耍、游戏、玩玩具长大，当然要选择性的玩玩具，每一样玩具注重它的教育性，但是也不要硬邦邦的，整天给他识字卡，识字卡也不一定对的，小孩子不一定要识字卡，有时呢，哎呀，这个离题了，这个离题，这个应该放另外一种课题，这个不应该在这边谈啊，就小孩子的经验啊，我更可以跟大家分享。应该改天找一个题目。今天我的题目是什么呢？我谈脸书，谈网友，谈脸书谈网友就很容易啦。我现在就有这个手机在我的身上哦。哎呀，我要不要这个手机，我就看一下，我就直接看我看到什么，我就跟大家分享。当然有一些网友的底下有看到。但是我不会列出那个网友的名字啊，以尊重他，因为有些东西是搞笑的，有些东西等一下我讲到，伤害到网友，我也不自觉，所以我还是不要提名道姓。OK 啊，现在看到第一个，就是很奇怪咯，他这个网友就说有什么问题吗？Question mark, question mark, question mark，看了怪怪的，dot dot dot，然后三个小人这边。照片里面是四个大人，大男人穿着西装，但是只有三个人穿西装。对不起，我讲错，不是四个人都穿西装，有一个穿得很休闲，像我这样子是穿 T 恤，而且最特别的是他脚是穿拖鞋的，似乎在一个台上参加一个研讨会，在彼此在。反弹还是一个研讨会，一个我都看不出，因为他没有讲，但是呢，也奇怪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四个人的前面是一个咖啡座，咖啡座有四支矿泉水，不是韩国瑜啦，韩国瑜是一支矿泉水，这个四支矿泉水，到底这四个人主要是要说怪怪的有问题吗？就是那个第三个中间那个穿 T 恤的，穿拖鞋的，他是谁啊？我放大一下，我也不认得。好像有人跟我讲，他是大人物的孩子，大人物的孩子参加这种隆重的，也不是说隆重啊，一般的研讨会啊，出席者都会打领带嘛，穿西装啊，打领带。结果那三位都穿西装，领带没有打。我在想，可能本来领带有打的，结果。贵宾应该是那个坐在中间的旁边那个应该是贵宾啊，通常是
主讲者，然后一个是访谈者，访问的人，另外两个可能是补足的这个讲员。哦，问题是那个主讲者竟然穿到这样的休闲，这样的怪怪的。但是你说他怪，可能他就配合主题了，因为前面那个作者是那种咖啡厅的古董式的作者，那种原作，然后放了四支矿泉水。我也有点怀疑这张照片是不是合成的，是不是假照片，就会造成假新闻哦。所以我也不敢说是什么，我只是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三个人本来穿了西装啊，笔挺，然后带了领带啊，来迎接这个主讲者。那你知道看到有主讲者竟然穿的跟小兵一样 T 恤嘞，哦，还穿拖鞋哦，啊，我在外面没有穿到这么简单的了，啊，我的直播就很简单，因为我要接地气嘛。哇，他们看到这样，他们说惨了，我们三个都穿西装打领带怎么办？哎呀，为了要跟他比较 gam 一点，我们就拆掉我们的领带，哦，可能是这样的情形。到底他们是什么样的研讨会呢？我这里哦没有责任去追究到底，打破砂锅问到底，我是没有这个义务，所以我也不想知道，只是告诉你这个很奇怪。我可以看让你们看到这个，看到吗？对啊，糟糕啊，这个 ，OK。看到了啊，再看大一点，呀、yeah! ，看到了啊，哦，你们也看到我的乐龄卡哦，哇，我的老人卡，顺便看一下，哦，太开心了，这个老人卡，嗯，来把老人卡收起来，不要一直给你们看，越看越老。好，我再回来看网友们怎样的去评论这张照片，有人就说。拖鞋婆调教出来的拖鞋仔，哎，他是谁？心知肚，不谈了，谈多都很累啊。哦，反正既然有出现这种事情，如果他是真的新闻、真的照片，我也觉得，哇，毕竟是标新立哦，有本事在，哎呀，不要啦，不要管人家啦，人家要穿什么事，他要尼克又怎样，对不对？他要搞什么，我们也不管，要人的自由嘛。什么时代可能对啊，应该穿拖鞋啊，谁叫你们穿西装，西装不是我们中国人啊，你要隆重的话穿唐装啊，像孙中山这样啊，对不对？也没有错啦，他要穿 T 恤，拖鞋本来就是本地 very local 嘛，哦，我也不反对啊，哦，他敢穿了，我也不反对啊，因为啊我不反对，但是我自己也不会穿就对了。 OK，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我烧到什么？哦，哦，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讲，有些我不讲了，每样都讲。哦，还有一种爆章的哈，哦，哎呀，不看也罢了。哦，他，哎呀，不要了，我也不想贪。他什么？马国朋友看过来看了你就安了，斯里达机场新系统引争论，三分钟看懂 ILS 为什么不影响巴西孤单。发展，哦，大概明白了，大家，啊，告诉你三分钟，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啊，官方报纸啊，做一个三分钟的来解析，让马国朋友看了安心，说我们设立这个斯里达机场的这个系统哦，新的系统引起争议，但是让你三分钟看到这个系统本身是不影响马国这个巴西孤单的这个发展。这也好了，如果这个是真的话，三分钟看得明白，马国朋友安心，因为我们毕竟不可以侵犯人家的领空啊，包括他的土地。你飞机整天飞到人家上面，人家是很不舒服的。哦，你今天飞民航机不要紧，如果你明天飞战斗机，又飞那个什么空中鹰眼那样那种侦察机也不好嘛，对吧？所以这个是啊，也让大家看看了哈，也让大家看看。啊，这则新闻，哦，第一次这样弄啊，我是转过来的时候很难知道，虽然镜头是在那边，我知道，哦，但是不容易啊，大家就原谅我啊，设备
简陋这样的直播室，啊，这样的直播室就是这样的水准了、啊。哇，我刚才看到我们的广播电台的直播室哦，哇，好羡慕嘞，好羡慕哦，对不对？希望有一天我也有这种设备嘛，对不对？啊，不过也要直播是直播，有些东西可能要小心啊，这种会不会有版权呢、啊？我看这个手机的新闻呢、啊，我跟大家讲一讲，应该没有侵犯版权，对不对？哦，我没有，不是侵犯版权呢、啊，我没有报告新闻呢、啊，报告新闻可能不可以，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新加坡的 law 哦，很乱的嘞，真的很乱的。台湾还好，台湾什么都可以，就哦，不可以就说警告咯。如果啊，我也不知道了，不理了，反正老人家看报纸啊，导读会嘛。现在很多联络所，很多那些安老院，我常常看到有人拿报纸读给大家看啦、啊。我现在就是这样啦、啊，我读手机的新闻给大家，我读手机脸书的网友的所 post 的一些文章给大家，应该是没有处罚。哎呀，现在老人家很怕嘞，65岁要被告诽谤嘞，我才60，很有机会的，不是没有机会哦。从前我想，老人家他会网开一面，没有网开一面呢、啊，不要开玩笑。连少年人都不可以网开一面，老人家更不可以网开一面。如果少年人不可以网开一面，老人家又不可以网开一面，那表示说少年人应该要懂 law，老人家也要懂 law 啊。诽谤就是触法，就要懂 law 啦，懂 law 做错了，可能给机会啦。但是可能他们没有认错啦。如果你叫我立刻认错，哪里敢跟上面玩？我要求大家捐款给我，也没人要捐款给我打官司啊！我也不喜欢打官司，打官司很累的，我试过了。哦，那些律师很可怕的。哦，我不可以讲律师的坏话。哦，我不可以讲法官的坏话。啊，不可以讲检察官的坏话。法律界很恐怖的，对我们这种没有本事打官司，有本事也没有用，你没有钱也是很可怕的。所以不要，我真的不敢。哦，如果我有什么处罚哦，赶快通知我，不要紧。哦，找得到我的，我赶快道歉。有什么东西要下架，我赶快下架。我不会给的，我也不敢给。我敢，哎，他们说那个他下架了也被告嘞，哇，很惨嘞，这样。哎呀，算了啦，我现在已经坦然难了了。既然这样的话，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哦，我是为了什么？没有为什么吗？跟大家一起谈这个，看到什么就讲什么，就网民的心声。你要获取民意。你就不可以一定要听到好的吗？听到全部人都说你好，全部人都说你没问题，什么脸书、什么网友都写你 very good、very good、excellent、excellent。拜托，这是拍马屁啦！有些是真的啦，大部分是风向球，迎合迎合，缝合缝合，拍马屁的吗？你总是要听一些不同的意见嘛，对不对？你总是要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些意见真是好的。我们的国家嘞，我们是没有得逃的嘞。Local Singaporean 呢，I only have one passport, one ID. As a senior citizen of Singapore. 哦，我曾经在这个 government servant。As a government servant, 14 years，尽忠嘞，报国嘞，怎么可能反国家？只是不喜欢一些领导吗？没有错啊，总是觉得说有些领导可以做啊，没有什么。我每次说做不好下台换人做做看，台湾也不是这样，台湾就是这样啊。我们敢说我们的台湾，我们的民主比台湾的民主来得更民主吗？还是？我们的领导说，我们不是民主国家，我们是共产国家，我们是非民主，我们是半民主，我们是，哎，好像扯得很远呢。好，回来脸书继续看，哦，继续看，哦，继续看还有什么？哇哇，有些文章哦，好像很敏感，我连读都不敢读啊。哇，什么冤冤相报，十分武侠，哇，厉害厉害，哇，哦，他说这个是一个韩国瑜的后援会的一个网友说，最近这两次韩总直播看的人数都只有3万多人，之前12万人都
到哪里去呀、啊？哎呀，这个网民也是真的是怎么无聊嘛？当时在选举嘞，那一个月在选举，每天都疯狂了，连我们这种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只因为我老爸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赢，我也参一脚，参与他们的讨论，参加他们的后援会，跟他们一起动算，加油加油加油！一个月呢，很累呢，很紧张啊，每天哇，看那个韩国瑜哦，现在可以称他市长了，后任市长被抹红、抹黑、抹黄，哇、哦，心里恨得痒痒的。所以他的直播每天晚上10多万人看。那时候那个政府就说，哦，就说他是中国网军。哎呀，如果中国网军真的进去的话，那你值12万。中国网军进入你的现场直播，哇，假如他们来直播看我的 YouTube，我得迷汤了，对不对？那你值12万，100万都可能了。中国人有13亿人口，你知道吗？上网的人都不多。但是其实玩 Facebook 的人不多，除非他们翻墙了。所以现在这个网民哦，选举过了，恢复正常，大家要回去，做工、拼生活、爱拼才会赢，或者韩市长所说的“爱赢才会拼”。所以那你现在可能直播有3万人不错了吗？你要求12万人，不久，明年好像1月2月他们又选立委，哇，这个国家哦。整天选举，我老爸当年为什么要把我带来新加坡、马来西亚？哎呀，跟着啊，可能我去台湾哦，我现在也是国民党的哦，老陈了哈，60岁可以哦，可能我现在是不懂了，没有那种学问。你看他们那些领导，学问都很高的，不要开玩笑，他们英文都很好的，他们都在美国留学、英国留学，每个都。法学博士、硕士，什么管理学硕士、博士，哼，你要做领导，没有学问也不行啦。如果你，但是问题你有学问又做不好啊，也是真的不应该，对不对？哦，没有可能啦。如果我现在在台湾，哦，我爸爸当年去台湾了，跟着蒋介石去台湾哦，在那边生活，最少他也可以继续在报馆做工。哇，那你的报馆哦，在台湾的报馆哦，很多间呢，新闻台很多嘞。当然，每个新闻台现在问题是。都偏向他们自己政党的那个色彩啊，这个是哦。但是现在有一种新的势力崛起，叫做无色，就是不是绿的，不是黄的，不是蓝的，是无色的啊。他们称白色，这个白色现在有另外一种势力哦。新北市，没有台北的那个这个市长就是所谓的白色，他不是无色哦，人家不承认他无色，他们说他是白色偏绿。哇，我台湾哦，真的哦，电视台百多间呢，好像听说。哦，网上电视什么什么地下电台，哎呦，好多电视台电台都是算白的。我们呢？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电台，我们的新闻到底有几间？有啦，好多间呢。不过我们的集团只是一个集团罢了。好啦，心知肚明啊。我们再看下去哦。所以那个网友啊。哎呀，12万人都回去生活了。等你选举再来的时候，韩国如果韩国瑜有参与的话，或者任何一个famous 的这些议员哦，他们大意是他们要参与立委选举哦，哇，就更多人哦。台湾的选举制度有空我跟大家分析，我也蛮清楚的，什么叫立委，什么叫市议员，什么是市长，什么里长，哦，很多白灯的，什么叫总统，什么叫内阁。不过我觉得他们的制度其实有可取的地方，哎，我们的不会改的。你知道你每一场球赛都会赢球，你还要去改规则呗？你知道每一次球赛你都在站在主场，你要改规则呗？心知肚明。好，来，我们看下去。啊，这个是蛮可爱的，哎呀，这些一些影片，哇，这个是网友啊，他说，哦，通知大家，13日5夜已经过了嘛，今天是几号我也不懂，我懵懵懂懂，我今天到底新加坡，哦，现在已经14号了，昨晚5夜新山关卡演习暂避，哦，当即呼吁大家规划行程哦，他们
关卡关闭啊，就是应该是第一通道啊，第一通道关闭是吗？是，哦，这个网友很可爱啊，我不指名道姓，他说，那我只好搭飞机去新山好了。哎呀，不要去啦，改天再去啊，搭飞机很花钱的。哦，搭飞机去新山，有什么飞机到新山的吗？Sorry，有啦，神奈啊，神奈啊，从强尼埃波坐飞机到神奈，超卡派，从强尼埃波坐飞机到神奈飞机场，超卡派，他是开玩笑，他讽刺啦，啊，这个网友很可爱的，我的好朋友来的，算是我在网络世界的恩师啊。但是他跟我的关系也不是说很好啦，我们大家也没有说常常打电话，因为他有他的想法，我有他的我的想法啊。但是我是倾向尊重他，虽然他年纪比我小嘞，我会尊重，我可以尊重比我小的人，没问题的。哦，他叫我怎样去淘宝买东西嘛，哇，结果帮了我也害了我，帮了我买了很多好东西，不是害了我，间接害了我买了一些东西哦，是不修的啊。不过他有告诉我，他说淘宝东西哦，不要以为最便宜最好，你要突破这一点啊。如果你下次我也可以开一个淘宝网购嘞，我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啊。我有专门的这个中介在广州等着我发货给他，然后重新跟我包装，然后把它送到新加坡，so far 哦，没有漏过一个货品啊。起初我不懂，我自己买吗？自己买就要从哇自己吹着，一直吹到机场，吹到那个香港的机场还是广州哪里？他说运到新加坡，然后要吹到新，还要跑到那个新加坡那个没有把货给我，你知道吗？真的气死人了！你现在有一个广州的这个中介哦，他会负责任哦。你新加坡这边有问题，他一定会，他懂。他懂吗？他懂那个内线到底哪一个 deliver 哦，是送到我们。但是淘宝现在的问题，它的 deliver 水准不是像，没有像那些很专业很专业。当然，它的运输费就很便宜，所以你们也算很担心说买淘宝东西不懂会被坏哦。我告诉你会，会，我去买茶具哦，但是茶具没有坏，嘿，但是。茶杯坏破，怎么甩怎么包也没有用，小小样也很容易破哦。不可以买玻璃，千万不要在淘宝买玻璃哦。他们没有，因为那个包装再怎么包装也好，你不懂那个 deliver man 哦。你外面你说玻璃哦，里面有玻璃对不对？glass 哦，他管你啊，哦，他可能给你乱丢，不是对岸的，可能我们这边的，你也不懂嘛。我去过那个新加坡的那个那些很多那种。运输公司啊，替淘宝拿货了。他们一件才算3块钱呢。我问过了，我想去做吗？我想赚外快啊。那时候 GetTaxi 还没有出现呢，好像还没有出现，还是刚刚出现啊。我没有想到我的车要当成 GetTaxi，我就想，哎呀，我每天上班下班哦，我帮他们送货咯。他也不要我，他也不要我，1件3块不论大件小件，还要汽油那不同的地方呢。他说尽量安排你一个油区。那听起来还是好了，一个油区没有太大了，那1件3块呢？哇，大大降啊！就好像有时候我买淘宝东西20公斤、30公斤啊，我受不了，对不对？所以哈，哇，怎么谈到淘宝去了？哦，改次再谈，再看下去啊，就是哎呀，不要不要，这个可以露出他的样子哦，不要不要，我不可以露出，其实啊，对不起啊，刚才我放的时候，如果露出那个网名的样子哦，对不起啦，我没有得到你同意哦。因为我要给人家看那个内容嘛，所以这个是网友开玩笑了哦，只好搭飞机去新山，就是从樟宜 Airport 哦，或者斯里达 Airport 坐飞机到 Chennai，很好笑，我觉得这样玩都很好笑。这个网友他是根据一个社论是吗？速读狮城里面的一篇文章说，武装部队下周一起在本岛多处。实弹演习嘞，哇！本月17号到24号，哇，差不多咯。下个拜一嘞，还没有到嘞。New news，新的新闻就是从下个拜一17日一直到24日，17加24到多少？哎呦，我的数学越来越好，8天的时间嘛，对不对？七天，哦，一个礼拜的时间，
在全岛多个地点举行军事演习和实弹射击演习呢。哇，这网友就说磨刀霍霍像猪羊。这个陈女士意思明白啦，但是有点不对啊，不可以说猪羊哎，你把对方说成是猪哦，很敏感的哦。这个是陈女，虽然我跟你讲了好像类似这样，我不是说一个成语刚好跟狗啊猪啊有关系啊，就很敏感了、啊、对不对哦，很敏感，因为对面的这个国家不可以谈猪谈狗的哦，你吃猪肉都哦都很麻烦的，你吃猪肉要偷偷的吃嘛，对不对，你不可以公开的烧买到肉干啊，好像不可以，我们新加坡都不可以了哦，不是像猪羊啦、啊，像牛、哎、牛也不可以，牛哦，是有一个种族他把牛当成圣的，他们不吃牛肉，哇真惨嘞，像鸡 OK 啦，羊 OK， 羊其实、哦、也不可以嘞，有一个宗教信仰很 respect 羊的，你知道吗，只是我们没有这么小气啊，所以没有说、哦、我们没有说不吃羊肉照吃啦，虽然我们比喻自己是羊哦，但是我们爱吃羊肉，我所有的不应该吃的肉里面我最爱吃的就是羊肉，身体不好哦，不可以常常吃，从前常常吃，现在自己告诉自己一个月吃那么一次羊肉，一个月吃两次牛肉，一个月吃三次鸡肉，一个月吃四次以上的鱼肉、OK， 他说武装部队发表文告哦，哇很多地方呢，哇所有的新加坡所有的演习的地方都在演习吗，你看斯里达马斯林亚兰达哈梁玉林初杠然然国民大市玉朗上段封家阿妈宫部落码头惹兰兰居伦多兰多啦兰多新办三八万和万里进行军事演习，军演习时将使用空弹和雷光弹、也有实弹的设计，就是在那些打靶场，其实好像当兵的都每一天在不同的地方都有这些进行这些训练啊，或演习跟训练不大一样啊，演习民他们已经掌握了那个技术啊，要演习，哇这样的话就叫做保卫战耶、欸、哦，直接讲咯，武装部队下周一起在本岛军事演习，军事保卫战演习，哇本岛军事保卫战演习，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民防国防经济防人防人、政治防什么都防好吗，全国呢整个所有可以放兵的地方都要放兵啊，一个礼拜呢 on guard 啦，这样说假如军队演习哦，警察部队也会演习的，一定的。我们当年警察部队演习也很好，很好看啊。我们的警车啊，全部把那个玻璃窗装那个铁丝网，本来平时没有的嘛。警察车你去看到警察车，在演习期间，那个警察车就装上铁丝网，哇，那些那个护家军啊，那个特种部队啊，航枪啊，防爆部队啊，景区的特遣小组啊。哦，全部出动的，而且全部放防弹衣啊，装那个烟雾弹啊，都是对内的演习啦，这个是对外，出军队是对外，出警察是对内，但是警察有时也跟军队一起配合演习。哦，谈到演习哦，我告诉你，我也有很多新闻，我参与过军队的演习，因为我当兵虽然当七个月哦，我告诉你。哎呀，我这个改天谈。我七个月里面，我的军队生涯蛮丰富的。那我在警察部队14年嘛，哦，当然有演习过了，而且也有很多笑话要过滤过，要写下来。有些可以讲，有些不可以讲，免得等一下我有一天呢，我真的要被。哎呀，我这个我不懂，我这个每天这样讲哦，有人跟我讲你要小心啊，不要讲对政府。我告诉你，你们整天就跟我讲这种东西的，不要这样啊，给我一条生路嘛，我直播是。我要直播，我也希望大家人人都直播，人人都直播就发出人民的声音嘛，对不对？领导好，我们支持他们，万岁，新加坡加油！领导做不好，我们劝他改，要改变、改善、改革，
领导再不好再烂 ，sorry， 下台选举的时候选别人，正常吗？这个是民主政治吗？不然你我又讲错什么话？不可以这样的啦。哦，只因为我曾经做过公务员，只因为我在，没有啦，没事的啦。我又没有像那些，哎呀，好啦，抓我抓我，啦啦啦，丢了丢了，不要这样啦。我现在在讲这些，我报告嘞，很多人民不懂嘞。我现在告诉你们，可能你们 miss 掉这个脸书，你们很喜欢看我直播，哇，我很感谢，现在有四个人进入直播，有一个人按赞，啊，我随时随地只是给人家半小时，我没有给人家一天的时间做我直播，因为我给一天的时间，我反正不能够到现场，所以很不好意思啊。大概我肯定要直播半小时前，我通知人家，有时我没有通知我就上了。那你们这些哦，里面有些人是我认识的，有些我不认识的，有些好像第一次加进来的，总之有人加进来过后，这个直播最少有百多两百人的看呢。所以我现在报告大家，我们下周一全岛军事演习 ，on guard。这个网友很可爱，磨刀霍霍像猪羊，不可以像猪，磨刀霍霍像鸡羊，啊，I am lamb， 是好了好了，我再看下去，我再看下去，哇，很可爱啊，今天，哎，这种也很好嘞，每天这样哦，给我这样。及时的看你们刚看网友在脸书的 post 文，然后我就 comment 一下嘛，然后有把消息带给大家。哦，这个也很可爱，这个，哦，这个啊，这样我遮住，人家都可以看到，这个是很可爱，啊，这个很可爱。哦，我遮住那个网友了，你们不知道是谁，因为没有得到网友的同意，不要了。哦，因为他公开，其实他公开哦，也 OK 啦。我现在也是，诶，其实他公开，他是公开给大家看吗？哦，他不是说给这个小群主看，他是公开的，他的是一个地球的公开的，哦，让他知道是谁也不要紧啊，其实他也不介意啊，他要宣传的，哦，这个先讲这个网友，我蛮喜欢他，虽然从来我跟他对不起啊，如果他有看这个直播的话，我每次说他要到他的店里面去哦。我都没去，哎呀，真的抱歉啊，我跟那些网民也要抱歉，我常常很想跟你们约喝咖啡什么，想认识你们，我做不到，所以我以后啊，我不敢了，除非我今天很肯定，哎，你今天有空吗？我们约喝咖啡好不好？不然我真的不敢，我自己认识的人，我熟悉的人，有时我们约会都要一改二改三改四改，所以那些我跟你讲，哇，我们等我。读完书学校假期有空的时候我来约哦，你不要怪我没有约你，我心里其实很愧疚又不敢面对你，所以也不多讲了啊，这里先说道歉了啊，也不是因为我红了，也不是我不可以说我忙了，因为我忙，我现在上班时间还可以跟你们直播差不多一小时我才去上班啊，对不对？所以有时真的心有余力不足，因为这忙太多的事情，尤其是个直播，我刚才有些网民现在哎呦又创到，你看我的设备真的很不好。我现在直播的那个获利的，我那个 YouTube 的获利的，他们不批准，但是他们给我一个月时间进行改善，所以1月11号我再申请，然后再等多一个月，哇，每一次不批准要等两个月咯。不过我不怕的，因为我小兵就是这样的，小兵吗？小兵就是没有战斗资源啊，孤单的小兵，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我600多块都拿了。他们现在只是不让我重新赢那个运作，是因为有一些问题他们有告诉我，我就要针对我的问题去改变，如果真的是要大刀阔斧忍痛的话，我可以全部都不要，只剩下直播啊，但是我不可以啊，那些影片有些真的是我很喜欢哦，只是我尽量原创了，我很多是原创的，里面很多原创几处都是原创的，哎，原创的没人看呢，你拿人家的，人家很喜欢看，哦，我只是把人家的拿到这个地方，让我的人脉去认识，其实本意也没有坏啦，哦，不懂，我还在研究他的，因为很奇怪嘛，如果你说不可以，为什么你又给我钱？因为我赚钱的都不是原创了，所以很怪的哦，赚钱的不是原创的作品，原创的作品赚没有那么多钱。现在你跟他，但是他不是说我侵犯版权，他是说他没有说我侵犯版权，因为我在那个侵犯版权的
它里面有很多层的，我来到最后一层的时候，他们 overrun 不批准，我猜想，因为你里面有一些过去他跟我下架的，或者是我他要我 ban， 就是要我不要放的，我没有完全的 delete 啦，我只是表面的 delete， 所以在里面还找得到，所以我最近看了，哇，很多影片呢都已经被删除了，我也不懂，有些是后来被删除，我也不懂，所以我就尽量删除，让我整个网站变得很干净啊，哦，真的要改头换面，你为了要获利嘛，让那个广告能够进来哦，你就是要重新，所以我原创哦，所以我也感恩啊，哦，我的老板在天上哦，他也叫我开始直播，哦，我学习直播，我真的是原创，现在是原创 ，OK， 你拿我的影片哦，啊，我里面我要调啊，啊，我不会啦，我不会调说叫你们下架了，我的话你们传出去也无所谓。但是我现在是不让人家借取，哦，我的直播里面我好像都有按那个方向不让你 copy 我的出去了，你 copy 不出去好像是这样啊，不懂啊， copy 出去我也不担心啊，哦，但是我是觉得你跟我 copy 出去，哇，播出去又有获利，我不获利，我为什么不要获利，广告就更多人看嘛，哦，其实我会让你传，那你 copy 我，哦，你 copy 我可能我就不允许了，因为我是我吗，你是你吗，啊，我是小兵啊，你或者是老兵啊，你或者是老古董啊，你或者是新的将军啊，大将军，我不可以 copy 我小兵的作品啊。哦，我的讲话我也有知识产权，我现在每一句话出来都是知识产权 ,OK,copyright,copyright,copyright, 很好玩哦，哼，我讲的话都是知识产权的，哼，是啊，哦，刚才那个照片哦，你看到哦，那个女孩子一直睡睡睡倒在那个男的旁边，睡睡睡倒在男的旁边。哦，然后这个网友我跟你讲他很好的，他卖气球的，哇，他设计气球，不是卖气球，设计气球卖那些创意的气球，我看到他生意越做越好，我替他开心，这样我不认识他，他很会讲笑话，哇，他笑话很好，有一天我要把他所有的笑话，不懂他有没有，我先请问他可以不可以把他的笑话我跟他全部摘录下来，然后有一天我用一集把他的笑话全部讲给大家听，哇，这样也可以嘛，对不对，哦，用人讲他的笑话，我们看他的笑话看得很开心嘛，他每次讲很多笑话很开心，哦，这个网友，哦，大家应该认识他了，哦，他每次也是笑话，所以他这个是说那个女孩子，哦，睡觉睡到那个，哦，可能就是他了，是他本人了，哦，所以他说什么，他说地铁惊魂，哇，贞子，他说那个女的是贞子，头发上睡到，哦，就坐在我旁边，而且一直靠过来，我也遇过这种事，告诉你我那次也是一个学生的女学生的坐在我旁边，我又坐在那种老人座位的嘛，哎，我现在可以坐老人座位了，为什么呢，已经 desk 过了，我每次一上地铁啊，我拿我的书包嘛去上班嘛，啊，奇怪啊，那些人一看到我会让位给我的吗，我头发又没有白，我你看我有染发的，哦，那不会让位给我嘞，心里是又开心又难过了，开心的是哇有人让位给我不必站，难过的是我不老吗？为什么你要让位给我？啊，当然，如果我看到觉得比我更需要的，我就让位回给人家了。啊，真的，啊，这个是我们要做。但是这个女孩子啊，她称她贞子，就坐在我旁边，而且一直靠过来。然后我自己遇到了一次，哦，就是一个女学生一直这样靠过来，我真惊啊，你知道不？女孩子靠过来，等一下她做梦啊，梦到不是我，她靠在我这边的，她梦到我靠在她那边的，或者她梦到我对她。出咸猪手嘞，哎，我就洗不清了，只要喊 help， Wallace， why happened to you， why you do that， 哇，我就死了嘛，对不对，我就惨了，我跳进黄河洗不清，不是说你坐老人的那个座位，哦，你就不可能侵犯旁边的人嘛，又是一个女学生，哇，身材又好，啊，为什么身材好，跟我讲了，那女学生穿衣服穿得这么带，啊，裙子这么短，啊，样子也不难看，但是睡觉的样子很难看，就靠过来，哇，我受不了，你懂我做什么吗？我等他要靠过来的时候，我站起来，我站起来，他整个蹦上去。我不要看，我静静，反正我不要再坐那辆座位一次，我不要再坐，不是坐子，我不要再坐在，我不要坐在原本的这一张椅子。哎呀，所以啊，我没有怪他了，上学这一类，可能昨晚。赶功课啊，哦，有些人也是上班很累这样，
有些人下班的时候也是很累啊，睡睡睡，靠下去。我也有这种事情，但是真的没办法啊。啊，假如是男女啊，隔壁方旁边的是女性，我们要小心一点哦。所以啊，网友，你不是遇到贞子啊，你要小心哈，哦。你不要，你遇到的是麻子、马字和马字哦。你遇到的是马字啊，哦，小心他误会你。OK，再看下去，再看下去。哇，这样就45分钟了，还没有几折还。哇，我的原则1分钟啊，所以我在看，哇，正在演习哦，这边还有一个，哇，那这个人写什么？哇，不要了不要了，那种哇，也是讲到演习的了，哇，看来演习是很习的那种，很习的。哎呀，这个视频啊，说加拿大人粗暴对待孟晚舟，严重侵犯人权。哎呦，亲嘛亲嘛，赶快。赶快，男的，哇，华为手机哦，跟华为手机，不过也是很假了哦。这边不喜欢华为手机，那边就对付 Apple 哦，这样哦，所以我最好了，我用 Samsung，哈哈哈，我用 Samsung 哦。不过有一天可能也会讲 Samsung 哦，当你对那个国家不好的话，他出的手机就麻烦了。哎呦，真的这种男的啊，我不懂他背景啊，说这个。这个我没有认真的去看这种新闻啊，有时新闻啊到了一点八卦呢，说他有十几个护照啊，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哎呀不知道嘞，现在是被他听说他是被现在被江兵出去，哇蛮漂亮啊这个啊，这女孩子蛮漂亮的哦，给你们看一下哦，这个你们大概也是看到了，那蛮漂亮的哇。哎呀，不懂了，被抓了，被什么了？哇，不知道嘞，很深呐，不想了解，不想明白，不想知道。我只是小兵，老百姓一名，自己这里都搞不定，还去管别人？哦，真的是没办法啊，我也没办法啊，你们厉害了。哦，这边又有一个哦，参加哦，这个是一个老战友哈，哦，这边说，哇，这边又有一篇呢，新加坡2019年。房价跌3%呢，是咩？会跌咩？从来都没有感觉到3%，房价跌3%，是因为行情不好跌，所以有钱的赶快买咯。哎，我跟你讲，买股票的一个，啊，这些是我过去有买股票啊，我玩股票也玩得很厉害的，我会投资的，我也会投机一点啊，因为投资就是投机，投机就是投资，投资讲好听就是放久一点，等它升的时候。你觉得你要卖，你就卖。这当中每一年的那个发那个股息的时候，你赚取。投机就是你不等了，你不等它股息的，你不管的，哦，只要你能够赚，就赶快卖。有时是玩对敲，对敲你们懂吗？只有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还是香港有对敲，这个对敲是害死人的。我从前不懂对敲，哇，厉害哦，好吧，还好没有害到我，啊。后来我发现，我越想越不对，我好像对敲法，多钱都不够，因为你是没有，你是玩无本生意嘞，你是借，你只是玩那个 different 啊，那个你卖跟你买，那几天里面是玩那个还那个 different 嘛，因为经纪公司给你通融，你不用立刻还钱，所以无本生意嘛。但是万一跌到很厉害的时候哦，你。到时间你要买回，你要买那个跌了的股票，你知道吗？你根本没有钱嘛，因为你的钱只是足够还那个 difference，你没有钱买那个 base，欸，开玩笑，哇！我现在回想起来哦，我不知道死到哪里去啊！如果当时真的有那种惨跌的时候，他说我赢多，输少，好像有点赌博嘞，有点良心过意不去。股票其实是赌博来的，真的不好。后来我自己呢，整天教人家不要赌博，自己好像自己在没有意识当中跌入了这种好像赌博的那种投机的行为，不应该了。后来我就立刻斩了。我的人还会大彻大悟了，所以浪子回头金不换，我还没有到浪子，所以我今天还活着。就是这样，我还活着。股票我玩得很厉害，
我不懂吗？我的本钱只是还那个 different 吗？我没有想到，原来股票一夜之间可以哇！如果来了个股灾啊，一夜之间给 drop 20-30%、7-8%，我哭死你啊，对不对？哇，想一想，哇，感谢感谢，真的感恩啊，感恩哦！股票不要乱乱玩哦，你们不要去听那些股票的讲座会，你以为你55岁拿了一点公积金要去玩股票？你有百万就是收万，你有千万收万，你亿万收万。如果你长期的投资又不一样了，你买股票是要长期投资啊，不是就是说你对这个股有信心，你要研究它的本益比，研究它的盈利，研究它的潜能，研究它的董事局的那个的那个名单，你要研究它在生产的那个产品，你要研究很多。那有些公司好像在整天也是好像假新闻假消息这样，真的不容易的嘞。虽然他在股票行上市也未必可靠的，我不可以讲出那些股票他输我了，但是我看得到，我还有时有去关心这些股票，因为曾经买过嘛，现在知道全部还是我停在那边不上岸那样，你那股民的钱全部栽在那边，我所以决心痛心完全不要进入股票行，是因为我的女儿嫁给一个股票经纪，那我问她，哎，我说女婿啊，哦，你股票赚很多哦，你每天这样跟人家买股票，你会看图，你会看什么，你的知识很丰富哦，股票的哦。他说没有啊，他说爸爸我也是屌毒嘞，我的股票屌啊。我说你是股票经纪，你的股票都会屌毒啊？哦，全部公积金了。他说公积金也有啦，现款也有，屌啊屌啊，哇，你都会屌毒，我哪里敢买，就从那时候起就不买股票了哦。所以房价跌3-8%，除非你是很有钱的人啊，跌又怎样，我们一间屋子有的住就好。当年很多人买屋子卖屋子哦，赚大钱了，现在好像越来越难了，很多东西现在已经很难了，真的很难。但是有些东西很难讲的，好像那个黑胶唱片啊，昨天我去买，哇，买到好货嘞，8块钱大张的 LP 的夏威夷的音乐，哇，好听，虽然里面有一点瑕疵啊，但是没有影响。然后买到小小张的45转的，凌霄的嘞，哇，我假如播给凌霄听啊，凌霄都晕倒，那个声音都不像他，不懂，我在想会不会是口水歌星嘞？哇，可能我要请教，对黑胶唱片很有研究的那个，哦，那个我的那个网友，我那个恩师网友。有空给他听一听看，这个是原创，原来凌霄的声音吗？这么难听，年轻的时候，哇，年纪大的时候他声音反而好听哦。所以意思说我的声音现在也是很好听啊，因为我也是男高音嘛，哦，我也能够唱歌，我不随便唱的，唱歌要，人家说为什么你不要出来唱，我收钱啊，你要，我也开玩笑开玩笑，我也参加过歌唱比赛，我拿过冠军、亚军，什么军都拿过，哦，参加团体也拿过冠军哦。哦，对啊对啊，哦，哎呀，我也出过唱片了，里面有独唱啊，你去我的 YouTube 那个独唱哦，啊，我唱的啦，我觉得我唱的不错啊，还在那边放，哦，声音是年纪大越声音越好嘞，其实我发现我的声音比过去啊，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直播，我的声音其实一直不好，所以 it's not my best condition， 哦 ，live。Podcast 不是，所以我跟你讲啦，我现在只是这个直播只是一个试用嘛，哦，以后我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哇，我要朝着这个方向，尤其现在 YouTube 啊，他要鼓励我大力的原创，我就把很多不是我原创的全部跟他删掉，那有一些那几个可以赚钱的哦，不是我原创，但是因为我，哦，他有跟我讲，我不懂他是不是意思要我删了，我有点心不舍得删了，可能我跟他，哎呀，我不知道嘞，不懂嘞，所以1月11号他们要重新，我可以再申请。那这段期间他鼓励我再放了，哎呀，我这段期间会放都是人家的，我就不会，就不是把它 copy 过来了，不要了，不要 copy， 哦，不要 copy， 可能很敏感，因为我 copy 过来，他没有说我错，我不是跟你们讲没有说错啊，他没有说错啊，他说如果对方要你下，你就立刻下，他 email 你。
而且他替你下，他跟你删掉啊，然后你就可能你在原本那边要删掉，可能那时候那些有些说要跟我不让我放的影片哦，他们写信，我那时候一直赚不到钱，我在那里管他，我跟你讲，200多块的时候，我5年里面有3年我没有去理他的，但是那个粉丝一直那些订阅的点阅的人越来越增加，我也很感恩，因为我基本上我一直打盯很多原创，你注意看我很多原创，我去 London by the Bay、Christmas Song，我都是用他批准的音乐，啊，要用他批准的音乐，哦，他的音乐有万多条，还有音响啊、音效，但是这些都要去制作，我那时候花很多时间制作这些嘞，把我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弄成影片哦，然后配上那音乐都没有侵犯版权，因为我们去旅游嘛，景点。哦，至于你说旅游当中你可以不可以拍这个拍那个，我也不知道，应该是 OK 的啦。哦，但是有些东西是比较敏感，你不要乱拍啦，对不对？哦，所以是东西是这样，所以我那些原创的，但是问题那原创的都赚不到多钱，赚到钱的不是原创的。哦，但是我没有清，我也没有，哎呀，不知道啦，因为你看到 YouTube 里面很多都是不是原创，人家哪来的嘛？哦，因为那种群众大会哦，那个啊，哇，不可以不可以，因为啊什么那个。韩国瑜的竞选里面那些很多，好像大部分都有版权的，但是有些说给我播啊，获利给他获利啊，所以他说让你播获利他获利，那我没有侵犯，对不对？我应该可以继续放在那边嘛。那有一些更好说，你获利一人一半，哇，这样子播嘞，然后诶，一做个你水，我给你就来赢，好大块人看，你讲获利这样子播，咪几好吗？有钱大家玩呢、啊，因为我有我的人脉嘛，每个人人脉。如果我把你的原创作品哦放在我这边，让我的人脉看到嘛，对不对？脸书也是这个目的啊、哦，但是脸书没有嘞，脸书没有叫我们赚钱呢，只是叫我们花钱呢，花钱买他的广告，花钱设立网站，但是脸书的口碑比淘宝还死，也不好意思啊，我这样讲脸书不要生气嘞，真的口碑不好啊。我现在有一个我来谈，我买了几个脸书的东西，我自己晕倒，特别是一个现在还放在那边的什么微型空调啊，3秒速热，空调速热，冷暖两用就是可以调冷，可以调热。但是他很聪明啊，看照片哦，很大的那个 personal 的 icon 啊，我说可以放在我旁边嘛，凉嘛，因为我客厅没 icon 嘛，想买一个放在旁边，我很凉。啊，外面有啦，冷风机那种哦，现在越设计好，以后要买一个700-800，因为我的客厅太大，不可以装空调，我不要整个整整在办公室已经空调了，回到家里空调也不好，房间空调啊，对啊，讲到房间空调，那天真的抱歉，上一个在房间里面空调。结果我讲断掉了，那几个网友在那边哦，对不起嘞，因为我以为房间好吗？然后我讲的时候还可以摇，因为我坐在床上，整个那个还会摇哦，没别的意思哦，床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啊，那天我一个人坐在床上是很舒服哦，脚也很 relax，这边也舒服啦，但是已经累了嘛，想在床上直接直播突发奇想，结果还有网友进来，结果讲到通那个。那个讯号断了，房间，其实我有几个 point 的呢，我不是很差哦。前面有一个接收器，然后我的客厅这边你看到吗？啊，如果你看到这边，这一边啊，这个也是一个接收器来的，哦，房间那边应该装到一个就更好。我想一想，也不要在房间直播，不，房间直播有房间直播的乐趣，我想在房间直播就另外一个。主题叫做床边故事，小兵床边故事啊，不是色情啊，不谈情情色色的东西，在床上床上讲一些床上，好像那天我讲什么我都忘了，我就讲那些啊，有啦，有一些故事啊，我讲做梦，想做梦吗？床上很多东西啊，可以讲的，做梦啊，床跟夫妻。在床什么床？哎呀，我都忘记那个成语啊！什么床头打到床尾啊？什么很多啊，很多东西可以谈的、啊。
买床啊，买床的经验啊，我那天在做梦里面有谈到我买一个大床啊，哦，这一生当中来到这几年，2年前买了这个大床，哦，一直整天盯着这个床嘛，还有那个床的广告的乐趣跟大家分享。本来想说在床上也会直播啊，将来我也是要去户外直播啊，年底我要去高雄嘛，哦，我准备大展拳，哎，不是啦，我也是不会特别去买一个手机啦，就是这个。这个手机我 subscribe 那个 WiFi 嘛，现在很方便呢、啊。哦，好了，今天哇，最后谈了哇，才几则新闻就已经可以谈1个小时了，不会探补价的啦，对不对？所以如果我现在这样每天打开你们网那个脸书的 post 文，然后我要就是跟大家分享嘛，跟大家分享哦，网民的。本来我看到一个 post 文很好的要分享，哎呀，结果我在要分享的时候，我第一要分享的时候反正不见哦。一个网友，他写了一篇诗，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看他写诗好像越写越 OK 啦，因为起初他写的诗哦，觉得有点硬了一点，现在越来越觉得有诗味。问题是，我现在 post 又没有了，现在没有都没有了，哎呀，很可惜，很可惜。这个有时你翻的时候都不是，哦，然后你可以看到我在我们 post 文里面，我常常强调啊，我们新马一家亲啊，以和为贵啊，哦，我们新加坡、马来西亚真的比较不一样啊，我们没有那种包袱，像中国跟台湾这样可怜啊，可悲啊，可叹，啊，像香港，我们没有，哎，为什么有人给我那个头是？北宋的头啊，angry 的哈、啊，不要这样嘞！我难得你们进来啊，你们给我那个 angry face，我没有得罪你吧？是这个意思吗？还是我讲的话引起你生气？你跟我有同仇敌忾的感觉？我不懂嘞！不要啦啊，给 good 啦！你看看到 good 这样很开心的，看到 happy face 很开心，我看到你 angry face 哦，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嘞！哦，不，我不会怪你啦，你 angry 我。连对我也没有怎么样了，没有什么咯。下次你看到我写直播，你不要上来哦。我需要的是鼓励，需要的是你们的爱护哦。不容易啊，我要踏出这一步。你没开玩笑，分分钟都跟，因为你已经有人劝我，哎，不要乱讲话了，等一下被抓了，等一下小心啊。我太太也跟我讲，我孩子反而好，他对吧？老爸有信心，哦，对老爸有信心。也不是有没有信心啦，有时你哪里知道你踩到地雷，对不对？哦，我现在把，讲到一，是啊，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踩到地雷，因为有时地雷真的是很难讲的嘛。总是我的想法是这样了 如果真的触法的话，如果我讲话有得罪人的话，道歉哦，就是这样哦，我都是无心的，我没有刻意的啦。那有些东西我也是刻意的啦，也不是刻意，但是不要明讲嘛。心知肚明，就是告诉你，我知道你们在玩什么，我没有讲出来啊。哎呀，很多事情我们都心知肚明。你每天坐，我现在每天坐计程车也好，我在外面跑动，我没有驾车了吗？我可以接触更多的人，听到的东西都是让我去。到最后我们说，哎呀，卖惯啦，你让他逮鸡啦，我让卖惨啦，你去割就好啦。哎呀，我变啦，哦，狼我变。对付一郎，天收拾啦，就是这么那怎样？这样讲也不对咩，对不对？人家可能对我不喜欢也是讲啊，对我弄我弄不到的话，弄我也有敌人啊，他弄我一直弄我弄我弄我射我射我射不到的话，他们也可能讲啊，让天是收拾，让天来收拾我嘛，也没有什么啦，就我扁咯，就可能就是天已经收拾我了，所以我身体越来越，我的这个歪了，不知道为什么。没办法嘞，这个形象没有办法。以后我这个小歪兵、歪小兵，啊，歪小兵，诶，不错啊，这个名字歪不正小兵，哈哈，改名叫歪小兵，咦，歪啊，不是人歪，不是心歪，肩膀歪，诶，不错，歪小兵有创意。因为外面呢、啊，人家懂小兵很多啦，小小兵也有小兵啦、啊，那个从前那个
台湾戏啊，那个小兵，当兵阿兵，阿兵新传什么什么新加坡的阿 Ben 他们，哦，如果我改名叫 Y 小兵好嘞，不正，不正，不正，要解释这个不正 Y 的意思啦。但是我不是心歪人歪头脑歪就不好。不过你放 Y 小兵不懂那个当局哦，他看你改了 Y 小兵，他很注意你到底你在玩什么把戏啊，把自己称为 Y 小兵，就好像那个德国娘啊，德国诸葛亮啊，德国娘，他真的是德国吗？几个里，他真的蛮德国的，他的综艺节目都是对女性调侃。当然是为了制造那个效果啦，娱乐效果。但是他人生也是蛮，人家说老婆多嘛，应该是很得够的嘛。哦，那样子又每次讲话都是有点涩涩的，哦，所以也不可以啦。那小歪小兵，哇，那是很不错的，因为我的肩膀真的我没办法嘞。你看啦，你看，哪里？原来我 not balanced 了，早知道你不用当兵啊。I'm not balanced, so I cannot.I cannot 实力亚，my 实力亚 is 歪一边的。哎 真的嘞，你看我实力亚歪一边嘞。哎，做警察，还当兵，还国民服役，不可以实力亚，可以不可以 exempted MS 啊？不懂嘞，你们看看你们的孩子有没有歪一边？你不想让啊？你看啊，这样就不会歪。但是我不可能这样嘞，很辛苦嘞。那完了，我现在没有事情，竟然搞这种东西，也蛮辛苦嘞。明天我发一遍。还有这边哦，这个是男人哦，我这边有一粒的吐出来，还是很奇怪的。每次人家问我为什么这边吐出来，哦，当然是老婆问我了，不是别人问我。OK，哎呦，可不可以 agenda NS 啊？迟了了，我已经 ROD 了，ORD 什么 D 都过了啊，人生啊，已经来到。半白了，过半白了，及格了，及格了，60分，60岁，哦，多几个月，多两三个月我就61岁了。哎呀，好了，我真的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就是通过脸书里面网友的 post 文跟大家分享里面的内容，希望参与的人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一天。谢谢你们支持哦，你们加入。哦，你们加入有没有退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表示你们都没有退出，对不对？哇，如果你们没有退出哦，就在我的 YouTube 啊，没有啦，应该是没有关系，因为直播是不可能有广告出来的嘛，对不对？过后这个影片 PO 出来，放在脸书，然后我慢慢就会把它 PO 到那个 YouTube，从脸书到 YouTube 要 copy 到，然后再重新从 YouTube 那边。道路去需要时间了，所以在处理了，然后也不敢 post 太多了，因为他们要审查。现在这个月没有审查了，现在我就要尽量把一些不是原创的，尽量跟他忍痛的跟他删掉了，忍痛的删掉。哦，慢慢的要处理这个东西，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一个月后我再申请了。哦，你看我这样玩一下，好啦，大家。再见，祝你们今天一天有愉快的一天。今天是 Friday，yeah，明天就 holiday。有些人 Friday night 祝福你们有很好的一天，去玩的，去哪里都好有一组网友坐车去哪里啊？去文东是吗？旅途愉快哦，希望你们去了玩得开心。将来有机会我可以 join 你们了在那个你游览车上直播也不错。OK 啊，谢谢大家，拜拜。